再睡一会儿了。我睡不着。儿子，暑假还有半个多月了。嗯。你应该把功课好好补一补，静下心来。听妈的。 别去了，嗯。我答应过他了。右边这棵树呢，是妈妈；中间这棵小树就是你喽。 身体，听不清。啊，东阳，别老跟人发火。早跟你说了，好像我有多大脾气似的。不跟爸爸再见。爸爸也就是耗在扛枪窝里横，是吧？讨厌。听妈的话。快催，我活了。哎呀，知道了。爸爸，咱三个活了。那杨呢？走了。哎，王，哎，林森，慌慌张张的。给我，慢点。回吧，回吧。好，知道了。回吧。啊。 李书记，接您的人都在车站等着您呢。嗨，我走的水路，抄近道过来的。你看，咱们乡里啊，就这么个条件，潮气太大。我比他潮，七八岁我还尿床呢。大伙儿想在晚上给您接个风，在酒楼里订了几桌菜。您摆阔，最后我得签单，敲我竹杠是吧？我看咱们伙房就不错。 青菜也新鲜，干脆。
咱们大伙一起动手，我也给你露一手。那你就给35噻，凭什么呀？说好了20啊！刚才是沙子路嘛，全是上坡路，那你又多给30。不不不，你最多20。20，哎呀，这路要好，最多给你10块。下乡的包厢，太抠了，啥子狗屁书记？谢谢你了啊！老妈，这是老爸十几年前睡过的床铺。爸，爸，老爸，今天凌晨3时许，宣城县发生强降雨，天气过程遭受了历史上最强暴雨，山洪爆发，河水猛涨，城区变成了泽国，国道、省道、县道多处断道，17个乡镇交通中断，14个乡镇通讯、电力中断。其中八宝镇受灾最为严重，最大降雨量达到223毫米，突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历史极值。
定是你！死的人，我找你算账！老王，上西关去，把所有的人往高处赶！不，一个都别留！来，接我一下，兄弟！哎呀，你往里边走，里边安全。别闪！你们告诉我人都清了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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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给我死一个人，你帮我管也不管了，就是找。孩子们吃热热的，听见了没有？听见了。来来来，休息一下。哎，哪边哪边？看这边。每个街道、每个社区都有充足的储备物资，为什么不发达？怎么能所有的人都挤到这个小地方来？怎么回事？好的，我知道了，那边的物资马上就到。把红旗都挂起来，他们自然就会看得到。就算红旗都让水给泡了，那红颜色的东西总找得到吧？把你媳妇新买的红缎子背面先挂起来，我要看到。洪水已经顶住了，八宝镇一个人没被淹死，
回头有一个人被活活累死了，你让我怎么跟上面交代？哎呀，孙县长，我没事儿。有没有事儿不是你说了算，给我老实些。你们都给我看好他，听见没有？好的，县长。这是个死心眼儿，什么事儿都一条道走到黑。喂，哎，老实先生，哎呀，把电话弄清楚。好，好。县长，在活路端又塌方了。这回县长的话你该听吧，好好躺着。向姐，你怎么老吃面呀？啊，秃噜秃噜的，就不能吃点别的？我喜欢吃面呗。我们一家人都喜欢吃面。吃饱了，一碗够了。这是给你爸的，他能吃辣子。上个月他走的时候，我给他做了碗面。来包盐噻。哦，来了。我合计好了，我们要记住这个日子，以后每年给他备一碗。走好啊。好。
今天你们父子俩就一块吃吧，慢慢吃。人死如灯灭，可总盼着人走了还能回来，常听老人们唠叨。回来的人呐，走街不走屋，迷信吧。万一呢？万一回来了进不了屋，不能饿着他。吃碗面热乎热乎，接着赶路。你父亲是个好人，大好人。这好人赖人，我一眼就看出来了。他这个当领导的，眼里有老百姓。他每次下乡，赶上饭点就进来吃碗面，大哥长大哥短的，往前走半里路就是好馆子，可他不去。那桌钱我收了。多放辣子啊！要得，没红辣子就放青辣子，没青辣子撒他妈胡椒面也成，只要能让我出汗。要得，要得，要得，光你吃上我一碗面，让你洗上一回澡。哎，你看，这不是老陈醋吗？面来了。哎，谢谢。看看辣子够不够？哎，还真是啊。老陈。刚歇歇咋又跑回来了？命苦啊！哎，慢点，这市里的长途车停运了。哎，嫂子，哎，快帮我找辆摩的去，快点啊！这么大的雨，我上哪儿给你找摩的啊？一会儿让我侄子送你吧。哎，你老婆病好点没有？哎呦，你就别烦我了。王长，把那个西装给我挂好了啊。对了，那包里有杯子，把水给我加满。急啥子？吃碗面再赶路，够了。八公里那地方又塌方了，我得组织人去啊！哎，受累了命。哎，那鞋可别再动了啊！臭皮孩，谁稀罕？哎，谁说的？上回你儿子相亲穿去了，哎，我去市里开会都没鞋穿。老板，这人是干什么的？主乡党委书记。爬山怕弄脏了开会的衣服，每次都存在我这。是我好兄弟，可我们不单亲嘞。哎，人看着还蛮厚道。好人，也是个笨蛋。老伴儿，去哈包过。哎，子午乡这个鸟都不拉屎的鬼地方，他足足干了15年没挪窝啊！哈，行了。给谁说谁也不相信。小郭，今晚上咱不回城里了。是啊。孩子，大哥，面包做。这回来了，老板娘，小子，霍总，哦，刚好。他是个什么官？组织部长刚调来的。新，85年入党，中专毕业，优秀共产党员，先进政工干部，市委党校优秀学员，治理小流域先进标兵。十楼的什么？拉出来六辆。部长，雨衣，来。明亮
擅长了。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两下子。乡里有个农民剧团，经常给乡亲们唱两段，有时候我也粉墨登场露一手。在子午乡呢，今晚肯定回不去了。李部长，我刚才跟您说白云岭乡的事儿，他们村呢想搞个中草药种植基地，就这么个条件，泡泡脚吧。这已经很不错了，资金有口子，您帮着说说。就这事儿啊，这么会儿你跟我说三回了。嗯，龙门阵也摆了，戏也唱了，说说你个人有什么想法？李部长，上山的路下雨经常塌方，想买辆铲车没钱。哎，我是说你家里有什么困难？哎呦，都是些愁事儿，说起来就烦。哎呀，这喷嚏怎么就打不出来呀？您是受寒了？待会儿啊，我给您拔俩火罐。结果，我始终认为，对一个基层干部来说，能力是最重要的。没有能力，空有一副菩萨心肠的人，有什么用呢？我们用干部用的是能力，能力是推动各项工作的主要动力。我认为陈世新同志未必是合适的人选，所以，我也不同意组织部的推荐。今天针锋相对了，林森同志。你还打算坚持你自己的意见吗？当然。老程这个人呢，平时话不多，开会也坐在杠铃里，看上去挺窝囊。其实这人挺精明，能力也不弱。我们不能总听别人说了什么，更要看他干了什么，干的到底怎么样。你们谁去过子午乡吗？离市区100多公里，确实有点远。海拔不到3000，确实有点高。我跑上去待了小半天，住了一晚上，发烧38度，回来光感冒药就花了好几百。我呢是第二天就离开那儿，可是有人离不开。7年乡长，8年书记，不挪地方，不撂挑子，往下走不往上走，不表功不喊苦，谁能做？反正我做不到。我佩服这个人，他是好样的。能力重要，创新更重要，什么都重要。可是有一点，什么都比不上做人重要。我们组织部门有句口头禅，不能让老实人吃亏。可是在我们眼里，偏偏装不下老实人。老实人做事啊，不出声不露头。我们往往看不到人，更想不到人。就在我们眼皮子底下，老实人明明就是吃亏了。怎么办？而我们呢？说句老实话，我们亏的是心。陈书记，陈书记啊，请客，来个烟抽。凭什么呀？这抠门不是？这当书记了抠门，这个马上要当森林公安局局长了，你还抠门？你真不知道啊？哎，你说清楚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
待会儿，听谁说的？咦？哦哦哦！还不相信？看天一眼啊！老实人也有出头之日吧？真没想到，打死我也想不到。早就说过，傻人就有傻福气。永福，来，你的信。书记，人家怎么说啊？我被双规了。按规定的时间，规定的地点去报道。去哪儿啊？万和市森林公安局。我说你当局长了，你还不信？争取下金。行，那部长您辛苦。好，先走，您慢走。哎，李部长，我等您半天了。您是？啊，本人刘二奎，高部巷乡长兼代理党委书记，跟您头一次见面。可是您的大名我早知道，您是全国闻名的抗洪英雄。你找我到底什么事？我之前给您写过一份工作总结，怕您没时间看。今天想耽误您一点宝贵的时间，跟您当面充分的汇报一下。在总结过去工作经验的基础上，我们又制定了经济规划和远景目标，概括起来呢，就是一个主轴，两个侧重点，三个层面，四个要，四个不要，五层落实，六平六意，七步快走，八方统筹，九。哟，这样，我还有点急事需要处理。嗯，你先把材料留下，咱们另找时间深度交流。你看这样好吧？行，行，当然行了。那我就不耽误领导的时间了，我给您带两桶本地产的茶叶。您呀。您千万别退辞。郑大人，您吩咐，他的材料我们已经给您了。不，您不能看不起我，您千万别打我的脸啊！我明白。您放心，这茶叶你留着喝。好茶呀，你喝吧。夫人，这个刘二奎，你跟他打过交道吧？嗯。这人怎么样？你觉得呢？话有点多，不过人还挺聪明，工作也认真。总体来讲还不错。什么人在你嘴里啊，都是那三个字儿，还不错。你倒是给个评价呀。第一，华而不实；第二，好大喜功；第三，他吹牛拍马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你怎么就看出他不错了？他不错在哪儿啊？一堆的毛病，可是他一点也不掩饰。官场的老油条从来不这样，这说明这人不狡诈。知道我为什么说的还不错了吧？哎，你呀，部长，给你看看我儿子。你烦不烦？我都看过800回了。上次是满月，这次是百日。怎么样，儿子漂亮不漂亮？你就够我了，我也想儿子了。
每天在外边跑，也没时间陪。饭点了，吃他们一顿怕啥的？不吃他们的饭，自己吃。不让你干了，你就算了。王老，你干，赶紧干，干。你小子，干了。二老总，进餐。姓钟的，老铁，我经理，哎呀，你好。啊，是我。花架子，你说汤锅连花架子都不好，那还放个官呢？嫌我爱这人少，你这小票那么点儿，我不给你穿，我给谁穿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那帮家伙高高在上，瞧不起我就罢了，你小子也瞧不起我啊？没有没有，我告诉你，你是不是嫌弃我这一亩三分占分地啊？我告诉你。我关上门上炕头，我就是土娃子。别的别的，对不起对不起，老板来了，欢迎李部长大驾光临。李部长，不是说好了后天来我们这儿吗？搞我突然袭击，我进三秒乡路过。来，一块吃点吧。你吃你的。不是，我做东。来，一块吃点，一块吃点。我吃饱了。哎呀，您就给我个面子，咱一块喝两杯，喝两杯啊！还没喝够。压力实在太大，你千万别往心里去。你觉得大家委屈你了？他们傻。这年头，谁还不觉得委屈？你耍起来很威风啊！不，喝高了。以前这一亩三分地儿太小了，容不下你啊。没那意思。不管是大是小，那是你自己的吗？不，老百姓。老百姓指望有个好收成，人家雇你。是要让你在这一亩三分地上种庄稼，你在上面盖安乐窝，不能自己可以，可是你糊弄不了别人，到哪儿你也要不了差，没办法，良心债谁也还不起。这年头还有一点良心。乡长，滚！都给我滚一边去！请李部长开张，我洗耳恭听。老刘，咱俩岁数差不多，这些年一步一个脚印，怎么走过来？咱们心里都清楚。我详细看过你的档案，你早年得过的奖励和荣誉称号。多的数都数不过来。15年前你在党校写的毕业论文，到现在都是范文。我一个字一个字的读过了，确实写得好，真好。不是文笔好，是真诚，掏心窝子。一个心里阴暗没有抱负的人，写不出那样的文字。可日子磨人呐，躲不过去的坎儿一个接一个。空气可以不干净，水可以不干净，可人心不行。人心就得在土里泥里受这个煎熬，谁能够熬过去，谁就是好样的。谁能够把该留的宝贝东西留下，把该扔的扔了，
谁才是好样的。你们组织部考察过我，应该了解我的口才好，讲大道理。恐怕你讲不过我吧？李部长，刘乡长喝醉，您千万别介意。我他妈没喝醉。李林森同志，你说的没错，谁是什么东西做，谁心里最清楚。我知道，我们血管里流的是血，是红的、热的、干净的，可肠子里流的是什么玩意儿，你总不会不知道吧？啊！有种的把肚子拉开，让我闻闻，谁也别他妈嘴硬，我就不信闻不出一点点腥味儿。回去沏壶艳茶，好好涮涮肠子。老天，我不来了，你到组织部找我。你记着啊，你要是敢喝了酒过来，你这辈子就休想再登我的门。铁掌。瞧不清了，他瞧不清。哎，老张啊，昨天说好了，你怎么不来啊？行。一大早我把牌桌子支好了，忙什么忙啊，我又不跟你抢钱，你陪我摸两圈耽误不了你什么事儿。爷爷，上里村竹器加工厂怎么走？前面右一拐到了。哦，旅游的。李林森来过咱们村？啊，你认识他？他是我爸。几十年以前呢，我就站在这儿当村干部，啊，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四品村官，啊，这个头一评是自我荐评，我最后一个报的名，我着什么急呀？我怎么谦虚？第二评啊，是群众相评，我排了个第三名。第三名，看来我是得罪什么人了。曹子，这第三评是组织考评，我还不知道能排第几名，人家心里啊早就有数了。这第四评就是今天这个啊，公开竞评，竞争嘛，就得公开透明。我吴兴安志在必得，我就不信凭我这辛辛苦苦几十年我凭不上个第一名，哪个胳膊粗的能拿着第一？现在开始商议了，谁商议上台。到底怎么回事？问你呢，李部长，我不想干了。三十六拜都拜了，舍不得最后这一朵草啊。你去跟你爷爷、跟你祖上说，说你是孬种，说你要当逃兵，去说，说你耍了全村的男女老少。
都想起来了，眼睁睁等着你，盼着你。对不起，李部长，我辜负你了。你让我出去吧，我接着打工省心。你出去打工可以，可是给父老乡亲们打工，怎么了？委屈你了。你跟我说过，你丢不下自己的家乡，乡亲们盼望的，你现在就把这份惦记掏出来。孙祥义，你还等什么？偷奸耍滑，我在一家竹器厂做到高管就是证明。我回来歇工伤，赶上四平村官，心里一痒痒，就落到现在这一步了。我不啰嗦了，我要建一座竹器加工厂的分厂，对方出技术出设备，占股49%，咱们出土地出人力，占股51%。我承诺，不管最后创造多少财富，我个人绝不多拿一分一毫，全部股份按户数、按劳力均摊，乡里们找我一个。吴行安，水相义。三叔，六票。滚！让一让，让一让。燕，我行安说：“哎，你老爷子一在这儿多新鲜啊！”心里话，咱爷俩慢慢说。我辛辛苦苦几十年呐，没想到最后我落一个这。老了就是老了，不服老不成。正部级65岁退休。您老今年67岁了吧？我知道，你们都瞧不上我。不是别人瞧不上您，是您瞧不上别人。您总是看不上年轻人，您就不能静下心来给他们一段时间啊？看看他们到底干得怎么样。我觉得乡亲们也都是这个意思。我要向我们的书记长、老师、李部长，辛苦了，我们大老远跑到你这山沟里来了，性命都放在你手里了。你放心，往后我们可就全都指望你了。放心，我好不容易把你们骗来了，就不会放你们走。这就是我三顾茅庐给你请来的设计师，理工大工艺美术设计专业的高材生柳存芳。这就是随祥义，欢迎欢迎。你好，你好，我一直在喊你的名字，还以为你真的不来了呢。那我反正把线儿给你牵上，别的我可就不管了。我还任命他为你的保镖、司机、秘书、厨师，不，你的一切都由他负责。他要干得不好，我吹他。怎么样，部长？我们先到厂里看看啊。哎，这边，部长。哎，大家跟我走。大家都不要见外啊！万和就是你们的家，哪位觉得专业不对口，我负责给你们调换。
公公，奶正我把你，哟，气色不对啊！你锤死我了！开会开的，你说说你那些狗屁会一个接一个，一个接一个，你看他有什么意思？累死活该！你气色的不错，看来你挣那些狗屁钱挺有意思啊！不想跳楼了吧？哎，你们。哎，嫂子呢？她在外边哭呢，不想进来。你，哎，她是你想跳楼了吧？你个耙耳朵！曾总，我遇到坎了。哦，你认识人多，找个朋友帮我确诊一下。什么情况？肝癌晚期。开什么玩笑！你开什么玩笑！少来这套！一般的朋友，我来找你啊。他是我的老乡、老同学、好哥哥，是我半条命，一分钟的别耽搁，马上办。明白？我明白。第一，确诊；第二，救命。用最好的办法给他治，找不到肝源，你摘我的，我都不能用，把你的钱下来给他关上。还有，我进货的那批款子不许动，留着救急啊！说完了，等你回话。这个姜汤啊，您趁热把它喝了啊！你今天在外头淋了雨，可千万不要感冒啊，娃娃。你妈妈今天来了电话，她让我劝你啊，早点回城，好好的准备一下功课。这学生最要紧的，就是功课。我知道，爷爷，您就放心好了。林森代表同辈，感谢父亲的养育之恩。祝爸爸生日快乐！祝您健康长寿！来来来，掌声恭迎代表同辈，来起来！祝爷爷身体健康，祝爷爷越活越年轻，越活越年轻！来，干杯！来，吃菜。这人呐，健康是最要紧的。你看，你刚刚做完这个手术，是，营养一定要跟上。小手术，您是胆管手术啊，是不是大手术？可是胆囊呢，它关系到消化系统，
这一年四季总往下跑，饥一顿饱一顿，这胃坏了可不是小问题啊，所以一定要营养要跟上来。今天就给你补一补吧。没事，大哥说。哎，妈，大哥，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跟你说。厂子倒闭以后，林霞一直在长途汽车站做临时工，她觉得那单位挺不错的，想转正留下来。你能不能给上边说说？这也就算是你这个做大哥的，帮妹妹和妹夫一个忙，行吗？要不得，要不得。妈，你说我这脑子，我还给您买了桂花年糕了呢，我都给忘了。爸，来，祝您生日快乐。好，来一起。妹夫，谢谢。我倒是跟你们上面说了，他也帮着办了。过些日子他到组织部去敲我，又让我帮他办这个办那个。讨厌！我咋了，妈？林霞。不就一年一应聘吗？先干着吧。好，这样很好，这样就对了。我早就说过，做官啊，首先要做人，清白是最要紧的，这是最要紧的啊。那最要紧的到底是哪个嘛？李校长说呀，这最要紧的是功课。东阳，那可是你。对，那是你的事儿了啊。桂花年糕来了，来来来，来来，大家伙都尝尝。谢谢谢谢。来一个，来。妹子，哥对不住。我一直不让他张嘴，他偏要说。我知道你给公家做事有多难，哥，你也不容易。妹子以前、以后都不会给你添麻烦。不要怪我。爸爸因为你脸上有光，我们也一样。妹子，哥，注意身体，别太好强了。你从小就好强。气色还不如以前呢，不要紧吧？家里边取了一笔到期的钱，我想先还给宗洛他们吧，从你那儿借的，还得再等一段日子。你也太偏心了吧！哎，给我家口钱好不好？不管他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，都让他们知道。林青，菊姐，出来陪我喝一碗啊！哎，来了。浑身上下这关节就像要碎了似的。这事儿我也就是告诉你，顾全，嗯，千万不要告诉别人。好，好，我答应。我就是不想服输。
哎，我在车上，我已经在车上了。我在十一车厢的后边，你上车之后到这儿来找我，啊？哎呀，放心，医院的事我早就联系好了。上学就享受过这种短暂，那时候我是一个人，感觉就已经很美了。更何况现在有你陪我，不哭，不哭。这是药，不是矿泉水。这么慢的速度，什么时候才能滴完呢？那你干脆把瓶子摘下来，对着嘴喝吧。我警告你啊，下次再发现你私自调整输液速度，你以后啊就别来了。哎呦喂，哦，我的宋大夫，哎，您可千万别见死不救啊！哪有他这么干的？星期五急慌慌住进来，星期天晚上又急慌慌的往回赶，这不是治感冒拉肚子？你这排异反应这么厉害，要出人命的。在单位一大堆事情，放不下。亲爱的柳长，你听着，按照宋大夫的话去做，活个十年八年的不成问题。有多少事情想干，你干不成啊？亲爱的宋大夫，您再让我多活五年，我就……你要是不听劝的话，哎，你就自己看着办好了。你说六床那位到底什么心理？他是真怕死还是真不怕死？嘿，怕不怕管什么用啊？多走两年，少走半年。生命太脆弱了，得好好善待自己啊。Thank you.
上。却是本读不完的书，不是音乐，却拥有动人的音符。风雨中洗涤出蓝天的情愫，生命把根脉深植在脚下的热土。雨中的树，平常的如同森林中的一草一木。雨中的树，把人间最美的画卷诵读。雨中的树，平常的如同森林中的一草一木。雨中的树，把人间最美的画卷诵读。没有语言，却是本读不完的书，不是音乐，却拥有动人的音符。风雨中洗涤出蓝天的情愫，生命把根脉深植在脚下的热土。这样，扶贫办处老干部局出一块，我们组织部从党费里再凑一部分，你让大家多少再捐点。制度是死的，可人是活的嘛。孙友达是革命军人，又是石梁子乡第一任乡长，到现在了，生活条件还那么恶劣，咱们做晚辈的不该伸手帮帮他吗？他50年代辞职回乡务农，不是在册干部，不在册也不能抹杀人家的贡献啊。老人80多岁了，住那破房子，你是没看见，随时都有可能塌。不，这您而我们倒住得舒舒服服，我们要在雨中住，说不过去嘛。李部长，请放心，有组织部牵头，我们老干部局随时配合，争取入冬前把房子盖好，让老人家暖暖和和的住进去。明白，放心吧。部长，李部长，你心太软了，你帮得过来吗？所以才要你们扶贫办嘛。心软说明心是热的，心太冷，整个人就硬了。那我吃饭去了。李部长，李部长，城建局找一下老王，看他能不能找点便宜的建材，他有办法。不然你给我找的台历，你给我搞到了没？怎么这事你忘了？自去是我在水利局啊，老秦那儿看到过一回，这正面是1年，反面是下1年的那个。不实用，你找他干什么？对我现在实用。明年要做的事情，在那格子里填满，做一件够一件，做一件够一件，那样我心里踏实。我不会给你找的。
就不该答应帮你藏着瞒着。你看看你现在这样子啊，咱不是说好了，什么事情由我们来干，是不是？你跑上跑下，你忙什么？小点事儿，不知道。地球累了你不转了啊？你这么拼命，你图什么？疯了你！李部长，同志，我这帮你藏着掖着，我也疯了。我没疯。知道我在干什么，我想死，我要抓紧时间干事儿，没有时间了。没人逼着你干那些破事儿。破事儿？就算那是破事儿，我为人一场，为官一场，除了那些破事儿，我还会干什么？你说我不干那事儿，我干什么？我蹦跶不了几天了，你让着我点不成吗？你就让我干点顺手的事儿算了，我不妨碍你们，你们也不能让我提前下岗。你仅仅是为官一场吗？你还为人子、为人父、为人夫，你知道吗？你，你剩下这点时间，你就不能留给你自己吗？县医院，直接送地区大医院。不要着急啊，我马上就过来。国强他们已经在路上了。林森啊，别说话，老板，就是缝了几针，医生说没事。您别害怕啊。哎，同志，这 CT 怎么走啊？左边就可以。好，谢谢啊。哎，让一让，让一让。好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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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哎，在这儿。在哪儿？哎，我来吧，林森。你把瓶子举好。大哥，让我过来。
他说老就把我的外套给他披上，乖乖，我去。我累了，让我好好歇会儿。永安说的对，我对不起前辈。不许说话，你听话，你。不许呀。大家说两句啊，我说的比唱的好那么一点点。本来我是不想说，我是怕喧宾夺主，抢了圣诞老人的风头。在座的各位，来历不同，个性不同，长得当然更不一样，可是有一点是相同的，我们都追求美好的人生。我这个组织部长啊，准备今天偷偷的塞点私货给你。第一，你的眼里当然应该装着自己，但是你也必须看得见别人。第二，你我他，我们都是善良的人，也都是有七情六欲的人。我们要学会用善良这根缰绳勒住七情六欲这匹野马。我这个山寨版的圣诞老人太啰嗦了吧？啰嗦了，接着说。人生就好比是渡河。也好比是打仗啊，总之要从岸的这边攻到岸的那边去。那到了那边，究竟应该干什么？我们组织部就是渡人的。我这个组织部长啊，其实就是一划船的。我把你渡过河，是指望你们攻占滩头阵地，夺取战斗的胜利。这个胜利成果，就是所谓的美好人生。那这个美好不光是你个人的，也是大伙的。如果你过了河就缴械投降，自己打个安乐窝胡作非为，要我看看，你干脆也别渡河了，自己扎在河里葬身鱼腹算了。反正我是不会渡你的。我再啰嗦最后一句，时间，你的时间总会有终结的那一天，时间永远不够用，听话的，
抓紧你们的青春，多做事，做好事，做好人，做善良的人，做清清白白的人，做说话算数的人，做埋头苦干的人，做爱父母、爱老婆、爱老公、爱孩子的人。宗洛，哎，我马上到啊！你刚落地是不是？落什么地？一直就没飞起来。啊？航班取消了。哎，什么？哎呀，我好不容易把明天的介入手术联系好啊，你这要没赶上，又得重新排队呀。算了，大家别再忙活了。啊？我人生的航班已经正式取消了。什么？我没听清。哎，林森，林森，你说什么？宗洛。啊。哎，谢谢你。人生苦短，好自为之。你看你，我老说的。我不跟你瞎扯，我还要吃。吃什么？你说吃什么呀？当然是吃面，吃面条。钟书记，请原谅没有向你请假就住进了医院。我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能上班了，深感内疚。我的实际病情比大家了解的要严重得多，因为害怕父母承受不了打击，一直不敢跟他们讲。也请您得知以后务必替我继续保密。Thank you.
东升乡书记是谁？刘孟达。优点？谦虚。缺点？缺点，吃饭瘪着嘴。一说到别人的毛病，你就轻描淡写。保护别人的政治隐私。你再这样避重就轻，我可要扣分了。柳树台乡乡长是谁？哎，柳树台孙一彤。优点？敢闯敢干。缺点？一口牙都是假的。去掉一个最高分，我再去掉一个最低分。你老爸最终得分，我本来想给你一百分，现在啊，我只能给你120分了。真想再到这些地方走一走，再去爬爬山。嗯，等你病好了，陪你一块儿去。这成绩，别说了。
才睡着了。睡吧。这两天你别说太累了。你听妈的话，你可以多睡一会儿。爸爸，没有语言，却是本读不完的书，不是音乐，却拥有动人的音符，风雨中洗涤出蓝天的情愫，生命把根脉深植在脚下的热土，雨中的树，平常的如同森林中的一草一木，雨中的树，把人间最美的画卷诵读。人间最美的画卷诵读，
一怒，雨中的树把人间最美的花卷诵读，雨中的树平常的如同森林中的一草一木，雨中的树把人间最美的花卷诵读。花卷诵读。